各位来宾，欢迎参加富邦全球化讲堂，告别碳时代，转型加速度。今天最后一个场次 SDG 与台湾前瞻愿景新想象新机制新共识论坛，将由台湾大学地理环境资源学系周树清教授主持。现在将时间交给周教授。好，那个谢谢各位来参与这次的这个场次哦。那我想今天已经到最后一场，但是通常这个台语叫 hold you demand， 最后一场常常有时候就是收敛，而且就是往前看的一个议题。那今天非常非常的高兴哦，我们邀请了四会的语坛贵宾。那第一位是这个张振雅常务董事哦，那他是循环台湾基金会的常务董事，但是也是我们行政院永续发展委员会的这个委员，所以某种程度今天他会特别帮我们报告跟我们国家永续发展目标的这些相关的这个议题。那第二位是这个宜德国际 CS Rome 永续发展平台的严德芬创办人。好，那他在推动国内的 CSR 的这一个企业的这个平台已经着力11年了，好，所以今天也会有这个把他的经验跟大家分享。那除了政府企业，当然在推动这个永续发展，其实对台湾社会来讲不可或缺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民间团体哦。所以事实上其实循环基金会也算是 NGO，那当然更具有草根的这个民间团体啊，就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赖伟杰常务理事，那他也担任过秘书长跟理事长哈，也来帮我们从这个民间团体的这个角度来谈这样的一个议题。那最后我们主办单位派我们这个赵家伟博士后研究员好跟大家分享这个国际上在这个 SDG 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这个优先的目标跟推动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评估的这个方法。好，那我们每一位语坛人有15分钟的报告时间，不过因为考量那个空间的这个安排，主办单位就建议说我们还是由各位的分享人先做15分钟的这个简报。好，那我们最后报告完之后再上来一起做 Q&A。 好，不过我们如果那个15分钟简报大家就是报告者有剩一点分享的这个时间，那我们也可能可以开放一两个问题，但是回答我们可能就收着，好，到最后再一起来做互动。好，那因为时间很宝贵，我就不要做太多的这个赘词，所以我们首先就欢迎张振雅常务董事来。谢谢各位朋友好，我是张振雅。我过去在外商企业公司将近30年的时间，那退休后3-4年前开始筹备成立了这个循环台湾基金会。那所以过去一年，刚刚主持人也提到，我参与这个行政院永续发展委员会所有的政府部门在检视台湾相关的一个政策目标应该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观察跟学习。那在这个同时，当然也对联合国的这个 SDG 永续发展目标也有一些了解，所以呢，今天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联合国2030年的 Agenda 跟台湾未来永续发展的前瞻跟愿景。那在我容许我一开始还是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联合国的这个2030年 Agenda， 其实它最核心、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目标，就是当然就是照顾到人类基本的一个需求，这是它所谓的一个社会基础。那我想就是贫穷、消除贫穷，享有健康，还有包容跟公平、优质的教育，实现性别平等，还有国际间跟国内的平等，还有正义和平。那这是它17个 SDG 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跟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人类福祉有关。那可是在这些要达到这些核心目标，有一个前提是
不能超越我们地球超载的这个范围。所以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联合国，这是 Stockholm University， 我想在座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所以我就很快的带过去。那他有在看到九个面向里面看到这个地球超载的风险，那这个扇形越大或者是红色的话表示它的风险度越高，黄色的是次高风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气候变迁、海洋酸化，那下面的这个数字都是对应的 SDG。 那红色各位可以看到，这是氮磷失衡的这个部分，它已经是一个高风险已经超越我们目前可以复合或者说已经在开始退化的一个部分，那这是其他的部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检视我们地球是否可以超载，或者是就要面对要恶化退化衰败的前提之下，我在这里想提出的问题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探索的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始作俑者是谁， root cause 是什么，它根本的症结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是同样，我想可能在座很多尤其风险专业人都很熟悉这样的有24个factors 分析出来。这首先的这12个是关于这个Earth system， 关于这个地球的结构，还有地球的这个功能，不管是它的生态或者是功能，或者是它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等等。所以你各位可以看到，这是从它的地球结构来看，很多的面向。各位可以看到它的趋势，那中间这个有一个红，那从1750年开始，可是中间一个红色的数字是，应该是1950年， okay， 所以各位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如果我们 again 再去深究说，那这些趋势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呢？我们可以找到什么样的关联性呢？同样的这样的一个 study， 在这个2015年的The Great Acceleration 里面，它其实已经下了一个结论。刚才我们从这一个画面左边我们看到的一些地球系统的一些现况，其实都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人类活动相关的一些它叫做 Global Economic System， 全球的一些社会经济的一个系统所造成的。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右上角这边，一方面是跟人口有关，一方面是跟人口使用能源、使用水使用肥料、使用纸、运输工具、电信工具。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这样的一个 pattern， 这样的一个关联性。所以如果 business as usual， 如果事情还是任由它自然去发展的话，我们可不可能到达一个万劫不复、无法逆转的一个情境呢？所以我想在我们在看联合国的2030 agenda 的时候，我们想我想在这里特别可能稍微再多提醒一下大家，在谈这个SDG 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回去解释一下2030年它的2030年 agenda 它背后最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如果我们从我们让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下联合国他们这个核心理念，我刚刚首先有提到它最核心的理念是这个社会基础，社会基础的需求。那我想这个也许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也是需要在地球承载的极限范围内可以做到。那刚才我们也提到很多这些跟社会需求有关的，可能不是可能都是由可能是国家政府、民间企业等等社会团体一起能够提供给人类或者社会一些基本的，比如说教育、健康等等，透过所得、就业、税收等等来创造、来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需求。那同样的也是这些经济活动，同样的这些经济活动造成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地球超载的一些议题。所以如果我可以用这三圈来解这样三个同心圆的这样的一个图示来分享联合国他在2030年谈到的这17个 SDG 它彼此的因果关系或者是关联性、它的联动性或甚至它的矛盾冲突都有。
所以他绝对是要建议各个国家是用系统化的方式来检视这十七个 SDG， 而不是单一的独立的去看。所以我们在看到很多企业在做 SDG 说，哦，我来看一下，我关心第四教育，所以我就选择教育啊。可是那尤其是经济活动这边，哦，我这个关心气候变迁，所以我就来谈一下我可以减多少排。那其实不是的。所以我想在这里联合国在谈到这个所谓的经济活动，它的 SDG 里面涵盖了几个目标，一个是农业、水资源、能源、经济成长、工业基础建设、城市跟消费生产。所以就台湾来讲，我们刚刚谈到的是联合国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它这个议程 agenda 的这个背后的理念，它的初衷。如果我们回头来看台湾，我们刚刚看到的所谓的社会基础这个面向，其实台湾其实做了相当的好，这是跟全球如果去做评比的话，我们很多都是名列前茅的。不过当然也有一些有一些点可能是我们可以寻求更积极的改善，其中一个是 3.9 是污染造成的死亡，或者是 4.1 这个孩童的一个基本学历，因为台湾的这个城乡落差非常的严重。就像刚刚一位朋友谈到，我不应该看全国平均而是要把后段班的朋友要带上来。那所以可是这些经济活动，这是所以在台湾我们刚才的社会基础其实都做得还不错，可是我们来检视一下，那台湾环境退化的状况又如何呢？那这是耶鲁大学它十年来在整理的一个环境表现指标，那这是2016年的台湾的表现。那这个表现各位可以看到这些扇形的图，扇形越大表示说我们表现的还不错还 OK， 扇形越小表现的比较差。所以这里各位可以看到这几个面向都是有关于环境品质的。那然后也不出人意料，我们的空气品质确实不理想。另外一个其他的部分就是关于资源的部分，是水、农业、森林、渔业，还有生物多样性。OK， 同样的，我们有些做得好，有些做得不好。尤其各位关切的空污，我们刚才特别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讨论空污，我还是要提出来，那个关键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追着环保署打，可以解决那个问题吗？可以解决那个根本的症结，那个始作俑者吗？所以，联合国刚好在2017年也接住了，发布了一个pollution free planet 的一个 program， 也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那在我跟各位分享他的这个解决方案之前，允许我先再把台湾的一些数字跟大家分享，尤其是从空水费这几个我们的经济活动所排放出来的气体，不全然代表，不过是我们能够收集看到的这个空污的资料，还有河川污染的资料等等。那这是河川，台湾的河川35%受到污染，有的是轻度，有的中度。红色的话，各位看到是受到严重污染，这是大部分都在中水溪。那可能比如说有一大部分是畜牧业的这个情绪分的排放。所以我们在谈河川污染的时候，我们是要掐着水利署说你要去管制，你要去严刑峻法的去罚呢，还是要去解决畜牧业，去要求他们在这个情绪分的处理上有一个更现代化的处理的机制，有一个更妥适的一个处理方法。事业废弃物，again， 在这个联合国的 SDG 里面也特别谈到废弃物，那这里是个体废弃物。那这张图是环保署的一个数据，各位看到的浅色的 bar 是一般民生废弃物，这12年来大概只增加了5%，减少了5%。可是另外那个深色的 bar， 深色的柱子是事业废弃物。而且这个事业废弃物是申报的废弃物，申报它管制的废弃物。
所以我想各位应该可以想象还有很多没有申报的废弃物。那你可以看到这十二年来增加了30%，所以也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数字。因为这30%的增加，它增加的废弃物的量到哪儿去了呢？有多少是被所谓的妥善处置？那这所谓的妥善处置又是怎么样的被再利用吗？还是一样送到焚化炉，一样送到掩埋场，或者随意倾倒？这都是造成我们环境污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再来谈空污，刚才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谈空污。我因为是企业出身，所以我一直希望追究的是说要从源头去想办法找到解决的方案。那所以我们在谈空污，我们就谈境内的空污来源。很清楚，工业的来源是将近30%，那移动源1/3，其他污染1/3。如果这样来看，你可以说哦，工业部门占1/3。可是如果我们再仔细去看的话，那当然工业涵盖了产业很多，电力其实只是一部分，发电厂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的产业都是应该我们应该要关切。那移动源刚刚，所以环保署刚刚特别提到要解决柴油大货车，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因为大货车绝对是造成这个移动源的这个空气污染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大货车其实都在做什么？在运货啊，所以这是不是经济活动？这是不是商业活动？是谁在组织这些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呢？那左上角那边还有所谓的餐饮业，刚才也特别提到餐饮业，还有所谓的营建工程。所以这样加加总总起来，60%的空污来源是工业跟商业活动。所以我认为，环保署最多只能去做管制、管控，去做要求，去定那个规范。可是真正根本要能够去做全面根本性的改善，一定要着力于这些工业部门、工业商业活动。那这个组织单位是谁？是经济部，经济部的工业局。所以我觉得矛头除了指向环保署以外，不过我看到环保署非常的努力，然后我在这里也很乐意跟大家报告，我们去年也有参与他们在制定2017-2019年的这个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计划，里面它有全新的一套衡量的指标。那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减少焚化量、掩埋量，还有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量。那所以如果能够定出一个很积极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根本的去改善一些污染的状况。那所以联合国，我刚刚提到在2017年的时候，这下面有在出处，它有一个有一个文献 Towards a Pollution Free Planet。 那谈到有哪些，他提出来有哪些 SDG 是可以直接用直接的行动减少排放，可以帮助有效的解决空污的问题。那他提出来几个，各位可以看到左上角是陆地、海洋、生态、气候变迁，上面是健康，那右边两个主要是水资源。水资源这边尤其从台湾的角度来讲，减少污染，刚刚谈到河川或水源的污染，或者是污水的处理，有毒水、有毒的这个排放，水资源的管理，工业用水、农业用水，水的循环，都其实都是机会。永续能源，我想永续能源这边应该就不需要我再多说了。那这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使用再生能源跟提升能源效率。八是永续经济成长，九永续与韧性的基础建设，还有改进工业部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在这里我想再提出来，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所有经济活动，联合国的 SDG 在他在整理这个关联性，他的这个关键的 critical factor 的时候，其实有7个是highly correlated 跟资源使用效率。意思就是说这些目标都是这些 SDG 都是在寻求一个更好改进的提高的资源使用效率。
这个我待会儿可以再稍微多说一点。那它这一个解决空气污染，它其实还有其他的方案是解决水的污染、海洋的污染、土壤的污染等等。那这是我是拿空气污染来做一个范例。那它这里特别提出来的一个是十一的城市，从交通的角度，简单讲就是公共交通。OK， 十二才是我认为今天我跟各位分享。我们在处理不管是空污问题还是台湾永续发展的课题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SDG 的项目，第十二的内涵，这里面我只列出其中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四个。第一个是十年永续消费与生产框架，它有一个 SCP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它有 10-year framework。 那所以像这样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个速效的事情，绝对不是立竿见影就可以解决空污的问题。他期待全球会员国都用十年的时间去做下承诺，去做下改变。那在这，所以第一个是这个十年这个框架，第二点是自然资源的有序管理。我刚才提到资源使用效率，资源使用除了自然资源上还有能源等等其他。那所以资源的使用、资源的处理、资源的管理变成是一个非常甚至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一个环节。那下面两点是关于废弃物的处理，在我们的不管是从资源的开采到制成到产品到最后的处置弃置，其实都涉及到废弃物。废弃物其实是一个污染最大的一个来源之一，所以在联合国的这个Pollution Free Planet 里面，十二最重要。各位认为，在台湾我们要解决空污，是不是也可以一样可以借鉴联合国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刚才特别谈到是永续，所谓的永续消费与生产，那是不是我们就要缩衣节食呢？其实它的永续的意思并不是如此。那我利用一个产品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来看所谓的永续消费、永续生产。那这里有几个环节，那这个环节我想第一个 我先用一个实际的案例，比如说服装，刚刚谈到早上院长谈到这个纺织业，就拿服装的案例来看。所谓的永续资源管理就是针对我们服饰的制作服饰的一个原材料来看，什么样的原材料是可以永续？是棉吗？那永续其中一个 criteria 是能够回复或者是可以再生，那或者是说这个材料，后续的使用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被回收再利用？所以这个资源管理非常重要。我想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台湾来讲，未来比如说 Apple 已经宣布要用 100% 再生材料。所以材料的选择也非常的重要，也有它一定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所以整个的贵重金属的管理等等很多面向，这个变得是非常非常的 critical 对台湾来讲。那永续设计，我想就纺织品来讲、衣服来讲，它要怎么样设计的好，能够容易清洗、容易修补、容易处理，其实都可以是这个永续设计的一个环节。那美国有一家叫做 Patagonia， 是不是？他就在网站上都有公布说他的衣服可以怎么样的修复，那个换纽扣啦，可以有一些零件可以替换啊等等。所以这是一个例子。清洁生产跟资源使用效率，我想这个可能应该就不需要我再多说了。可是各位可以看到，这里一样在谈到资源使用的效率。那关于资源使用效率，我下一章会跟大家再做一点点的说明。那永续运输当然就是要用低碳的运输方式，或者减少运输的里程。环保认证当然我们是希望企业能够揭露更多的有关它的这个环境责任的一个资讯、产品的责任、制程的讯息等等。永续采购也是一样，刚刚提到说Apple 宣布要用 100% 再生材料， 100% renewable energy，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它利用它的采购来要求它的这个 vendor， 它的供应商来做配合。那接下来的两个永续行销跟永续生活模式，我想就跟我们消费者比较息息相关了。从永续行销的角度，我想，谈服饰的话，就是最好的案例就是这个
时尚 fashion， 对不对 ？fashion 就是有点是计划性的淘汰，每年 fashion 就会更改等等。Okay， 那生活模式当然我们在谈的就是说，你不去，是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去拥有，而是你有机会只要能够付费去使用就好。那所以最后我想跟各位提出来，我今天在谈联合国 SDG 跟台湾未来有序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思维。思维是什么？是循环经济。循环经济的核心的概念就是 doing more with less， 用更少的资源去创造更多的价值，去满足更多的需求。那这个资源在使用的时候，可以一次使用、两次使用、三次使用，用不同的利用。所以在这个右边这个，对不起，所以在这个右边的图，你可以看到这些资源在被使用的时候，可以回到这个制造的这个循环里面，叫做 closed loop。Again， 各位可以看到，这是2017年，它的联合国接触的 pollution free panel 里面谈到 role of circular economy。Okay， 所以我们看到 G20、G7 都有做出承诺要去实践循环经济。所以最后我们在谈到有序发展对台湾未来的想象，我们的提出来的是循环经济。那我在这里跟各位也可以报告的就是说，很多的政府单位，包括环保署也好，工业局也都在检视这一块，看台湾可以怎么样迈向循环经济。那这是有别于过去的这个线性经济，还有在这个过渡期间所谓的转型期的回收再利用的这个经济。那这是我们目前大部分都陷在这个中间这个部分，就谈回收再利用。可是我最后希望能够说的说，我们在谈的不是环保，不是节能，不是只是谈节能节水节电，而是要谈用循环经济呼应，对不起，联合国呼应大家实践循环经济，来达到一个巨幅根本性的变革，它叫做 radical transformation， 而不是 business as usual 的微幅的优化。 OK， 最后如果大家还想多了解一下，这是我们去年出版的书。那如果要跟我们联系的话，这是我们的基金会的网站跟脸书。谢谢大家。对，那很感谢张董事在很短的时间哦，帮我们介绍了这个 SDG 的这个目标。但是他提到这个 SDG 其实要用一种联动性、系统性跟整合性的观点来思考，但是讨论这个东西还是要直指问题的这个根源。好，不过最近大家在谈目标的时候，其实就是跟这个 solution 跟 action plan 是结在一起的。只是这个 solution 跟 action plan 它也提醒我们，其实这是一个长期跟持续性，要有用 decade 十年的框架来推动。好，但是当然回应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的副标，其实最关键的要在对这个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改变，但这个改变孕育着创新。所以很感谢他在最后谈这个思维跟想象的时候，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转动，其实我们不用走回头路，其实就是要往创新的道路去。所以创新其实是非常重要。另外就是我们思考跟观念还有价值观的转变。好，那就很谢谢张董事。接下来我们就请下一位语坛人。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CSR 袁德芬，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分享。那我今天在这边的主要的那个内容的题目呢，其实就是一件事情，企业。那我们知道企业其实它在全世界在整个经济相关的这个占比呢，占了80%，所以它真的是很重要的。那今天我们谈这个 SDG 啊， SDG 这个17项联合国在2015年公布，2016到2030要去当做一个有序的目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其实呢，它不只是一个目标，它其实是很多我们可以实现的一些方法，更是另外一方面，它也显现了非常多在我们人类面对整个疫情气候，面对很多我们人为相关的这些问题的时候的很多
的风险啊，跟我们今天主办单位的这个主轴是很相关的。可是我要跟各位讲，其实它更重要的，它是机会，它是非常好的机会。对在座的年轻的朋友来讲，它绝对是你未来在职场就业中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讲的一个领域跟方向。那对我们在做 business 来讲呢，它你更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商机。那谈到 SDG 呢，我想花一点点时间跟各位说，哎，它是怎么来的？这次我今天在十五分钟要很快的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啊，就是其实它是在这个在前面的十五年啊，就是我们从2015在前面的这个十五年，事实上大家如果记忆犹新的话，那应该知道有一个millennium 的这个 development goals， 也就是它这个千禧年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个发展，那它那个时候只有八。这个八个呢，在十五年以后呢，有经过一次检验，可能联合国跟全球的跟相关的这些会员们有志的人士呢，对做了一个检查，做了整个检视，会发觉呢，其实很多东西都很有进步了，像什么饥饿啦、教育啊等等。可是呢，情况最不好的居然是两性平等。哦，都没想到。那OK， 那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Anyway， 我们就进展到了。在2015公布2016到2030的这17个目标，它有169个 targets， 有169个指向。那这17个，我想我就不赘言说去谈它的每一个。可是非常重要的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今天你谈永续，今天谈社会责任，今天谈未来的发展，不管它是国家，不管它是企业，不管甚至于是个人，其实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 common language， 是一个共通的语言。所以你谈这件事情，如果说我们今天在企业要跟全球接轨，那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够发展一些新的机会的时候呢，那 SDG 其实已经是很多人在把它当做一个共同的语言跟共同的一个目标啊，十几个共同的目标，所以它是这么来的。那刚才有提到说，从你的 MDG 到 SDG 中间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跟女性是相关的。所以大家如果你稍微回忆一下，会发觉这些年怎么谈那么多的女力啦、女性相关的东西，其实它是想，因为女性在不管消除贫穷、这个教育、健康福祉各个很多的方向，她们的参与其实是蛮重要的。我特别提这一点啊，是我们最近这个 SDG 的一个观察跟一个研究。那另外呢，刚才我们的张董事有提到，这个 SDG 有个非常从社会的需求，一到经济的活动，到整个地球的。这个承载的这个极限，事实上呢，大家要这是十七个 SDG 呢，它跟永续是你要怎么样把它连在一起，甚至于你对在企，特别是在企业界，你如何把它连在一起？那如果对 CSR， 也就是企业社会责任，或者称之为企业永续发展，其实它是一体两面。OK， 那在这样的在这个两个相关的领域中，如果你想跟 SDG 做连接的话呢？那其实非常重要的，它就在三个面向，就是环境、社会及经济。OK， 那这十七个里头呢，它有根据这三个面向的不同部分。那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企业，因为企业呢占了整个全球很多的在整个经济的这个部分，它占了80%，而且 CSR 呢在企业界呢已经是行之有年了，特别是最近的这20年，所以呢它在整个过程中是可以跟 SDG 无缝接轨的。那待会下接下来的几分钟呢，我就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哎，这个是他们是如何的在做接轨，让企业怎么样，用 SDG 能够发展他自己的 business， OK。那另外就是 SDG 有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赋权女性， OK。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最后这个，以前呢我们在谈永续发展的时候，那大家看到消除贫穷啦、环保啦、教育啦，大家就会想到，哎呀，这些是弱势的。我们要去帮他们的忙，希望他们能够在这方面能过得更好。如果有不对的东西，我们就要提出我们的抗议等等，用这样的方式。可是 SDG 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精神，也就是从资源变成永续。这个中间呢非常重要的是共同去创造一个共同可以有共识的一个价值。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慈善的资源而已，它是从慈善资源一直到实际上的永续，这个是 SDG 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那企业界呢，它是怎么样能够去找出，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台积电好了，啊，这样一个 Mark Spencer 好了，可口可乐好了，
Johnson & Johnson 他们是如何把他们的 business 跟 SDG 之间这17个 goal 然后做一个连结呢？当然有一些方法 OK， 从了解它到去优先的去定位说，哎，到底这17个 SDG 哪一个跟我的核心能力，哪一个跟我的核心价值，哪一个跟我未来的 business 发展是相关的，所以他就会去做一个整合，然后定立目标，然后呢去做整合，然后去做，然后非常重要的 SDG 跟 CSR 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特别在 CSR 部分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沟通。那这沟通有个非常重要的大前提，就是透明化啊。那是他在企业在实现这个 SDG 的时候，他大概是用这样的步骤。那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做一小小分享，因为我只是前两个月在香港搭车逛街，咦，看到了这个一个，它是一个叫圣保罗的一个中学SDG 是在他们的校园里面的一些这个活动的啊，他们不但有很漂亮的，就是用这个照片那个投影机没有办法放很清楚，他们同学们也画了很多很漂亮很好玩的这个应对这个 SDG 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图像，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在国外呢不只是 business 啊 corporate 就是还有一些机构呢对 SDG 这件事情呢是蛮投入的。好，那这个是更不要说了，在欧洲这是荷兰的一个大学啊，也像今天台大一样也是有做这种相关的类似的这相关的很多的活动。那个企业就更不要讲，企业就很多 Johnson & Johnson Mark Spencer 他们都有很多，可是一般人在看企业做 CSR 的时候或是企业把 SDC 做相结合的时候，他们觉得他好像在做一个 branding， 他是在做一个 CSR 的 program， 那好像是在做一些回馈社会的工作，其实不尽然，就是跟他的这个整体的永续发展是非常非常相结合的哈，很有关联性的，所以常常都会跟他们的一些 business， 特别是 future 的一些 business， 以及他们想要发展的一些新的东西都是非常相关的。好，那我想国外的例子我们就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就少说一点啊，那我们来看我们台湾就好了。我今天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台积电，就我们的模范生，那我们都知道他们在教育啊，在净水卫生啊，在很多的相关的特别是能源方面是做得特别好的。那在这个部分呢，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CSR 在 CSR 做得很好，那在这个能源的在很多的这个管理公司治理上都是拿第一名的，那这样子的话它跟 SDG 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呢我们很清楚的从他们的 CSR 的报告书里头你会看见他们是如何去跟 SDG 的几个不同的面向，他们有兴趣是第四个第六个第七个，特别是这三个，他们特别会说明说，哎，这件事情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它跟我的核心能力有什么样的关系，我的核心价值有什么样的关联，我未来是打算要怎么样在这方面做发展，所以企业已经把它当作一个这样的一个连接。那我要请问在座的各位，当你听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嗯，有这个跟没这个有什么差别，我今天做教育或是我今天做净水卫生，我跟不跟 SDG 结合有什么差别，各位有想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吗？Anyway 我要做的有什么差别，它的差别很重很非常重要，就我刚刚讲的 SDG 事实上它是一个全球永续发展以及 CSR 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共通的语言。你今天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机构，你要沟通的不只是你的客户，你的投资者，你的员工，你的利害关系人可能包含的非常广，你可能要跟你的 global 不同的在全世界全球不同的人去做这样的沟通，比如说你所说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反应或者很清楚的能够表达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因此呢他们在这个方面就做得就是很清楚，所以他其实不止在台湾是很值得大家尊敬的公司，在全世界也是。那台科大呢也是很有趣，他们把17个 SDG 都做了一些连接，那我本来是有的企业觉得，哎，企业跟 SDG 连接是会连接，我刚刚讲是连接它主要的几个
价值或是主要的连接它几个 core competence， 它的核心能力或它未来要发展的东西，或是现在的一些 focus 一些重点。那为什么会需要十七个都连吗？当然是不见得。可是我们台湾的企业有时候也是很有趣，他们也是很用心，所以他们会把他们已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去做一些连接。那他们连接我是这边提出来的时候会就是觉得他们连接的非常的认真，而且也是把 SDG 这件事情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跟他的利害关系沟通的一个共通的语言，共通的一个重点啊。所以各位呢，如果对这些事情有兴趣，其实很容易，你只要到他们的网站或者到 CSR 网上面，用像 Google Search 一样 Search 一下，你就马上能看到，你就到那个 page 上面，你就可以看到。所以你就会知道，哎，企业在 SDG 的连接上，怎么样把它的 business 跟 SDG 做连接，这是很有趣的。啊，那当然，这个不只是台湾，这是世界，这个是GRI 还有 UN，GRI 是全世界，它是联合国的一个外围机构，专门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它是在做 CSR reporting 的时候的做的一个标准，另外就是 Global Compact， Compact 联合国的一个全球盟约。那这些东西他们都是在推广 CSR， 推广永续，所以因此呢，他们也出了去年也出了 Business Reporting on SDG， 也就是企业对于 SDG 的这方面的一些回应跟一些呼应啊，他们的做法，他们做了一个全球。那么看全球的状况是什么样呢？好，我们比如说我们在看全球以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台湾。台湾呢，去年我们做了450家公司的研究跟分析，等于是台湾有趣的白皮书。那我们发觉跟 SDG 有连结的458家里面有我记得是40家，大概是8.7左右，所以他们跟 SDG 有连结。那我们看刚才呢，我们谈到国际 international 是62%，那这62%呢，其实它的那个母数也蛮大的。像我记得也是400多个，将近500个国，500个公司，那台湾有7个公司在里面。Anyway， 那个意思你会看到，台北、台湾8.7%，全球62%，所以你就会知道，哎，在 SDG 的这个在企业方面，跟 SDG 的连接，使用 SDG 去评估它的机会，去评估它的风险的企业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OK， 那这里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我想这张也是跟大家一个分享，就台湾在做 S 台湾的企业在做 SDG， 不管是台积电、台达电、玉山金或是国台金这些，我们这个耳熟能详非常重要的在 CSR 在这个跟 SDG 连接的一些在台湾代理的这些公司呢，他们谈到 SDG 的时候，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在谈的？第一个就是常常会见到的，就是董事长或总经理的谈话里面，他们会谈到哦，我们公司非常在意这个 SDG 4在教育的品质，或者我们非常在意这个有趣城市 SDG 11等等这样的部分。那另外就是，哎，有人会谈到未来的目标，因为企业的 CSR，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对所谓的企业的有趣报告、企业 CSR 的了解度有多少？其实 CSR 的报告书，有趣或者称之为有趣报告书，它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把你未来的蓝图，你的 future goal， 长短中长期能够做一个事前的规划，来跟你的利害关系人做沟通的。因此呢，很多人呢都会谈他未来的目标，所以也很多在做很多的企业在谈 SDG 的时候呢，他会把它放在他的未来的目标上，也会放在他的有序的策略上面，这个不是很清楚啊。那然后或者是他会去表现他的绩效。就绩效的揭露 ，OK， 那绩效的揭露其实这也很有趣，像台积电，它在绩效的揭露，它可能就是不只是它自己本身的在这方，比如说在能源方面，比如说我用再生能源，那我再生能源，我可能还有几分钟，好，时间到了，谢谢，我很快结束。那 anyway， 就是它会用一个nation level 的一个状况去做一个比较，那让大家了解，那这一个企业。它在 SDG 上面，它在整个国家的这个状况，它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多少？那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就是一个非当一个举足轻重的企业，它的这个影响力是很大的。我想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有。
趣的部分。当然还有重大性分析在章节里面，在它的专案作为，在产品服务，在指标对照里头，这个我想给大家做参考就好。好，那这里有全球六大产业，它最关注的 SDG 是什么？所以我们看看大家最关注的，原则上第一个、第八个、第十三个、第十二个，对，就业啦、经济发展啦，还有气候变迁，所以十七个，它有先后顺序的状况。就是有一些有优先顺序的状况，让各位可以，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调查。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这个，就是台湾跟国际的比较。国际呢最优先的是第十三 climate change， 第八个就是第一次刚才所谈到的这个责任性的这个消费跟这个生产等等。OK， 那另外一个好的那个第十二个，这台湾最那个国际比较优先的是三八十二，那台湾优先的是三八十二，是相关。是相吻合的。可是在这，我觉得我们今天有那个绿色社会公民的这位朋友，对赖先生啊，赖长，那是 NGO 的，那 NPO 他们的优先是什么？你会发现是二一三，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机构、不同的东西，他的关注也是不一样的。那台湾殿后的是十二跟十五，哎，减少污点、消除积烟，因为我们大家都吃得饱，没有这个问题，必须的。OK， 好，还是要这个耽误大家时间。所以我的结论就是 ，SDG 是国际的共同语言，企业是实现 SDG 非常重要的主力。没有它，联合国UN 的它有一个机构，它一个 development 的一个 organization， 他们的主席，那位主席叫我应该叫 Helen Clark， 这位主席他就说，没有企，如果没有企业的参与的话 ，SDG 的推动在未来这十五年是不会成功的。企业呢，而且就是它是推动 SDG 非常重要的主力。那企业必须是依据自身的核心价值来建立 SDG， 并不是说十七个通通都要，我通通都要做，当然是很好。可是这个部分是需要有一些方法论来做鉴别的。另外是实践 SDG 是社会责任，重要的它有商机，光是水、光是气候变迁等等，很多人估计它是多少兆美元的这个商机。SDG 不是慈善捐助，它是建立长期的 impact， 长期的影响力。实践 SDG 是可以创造全球永续共同价值的。那我想很快的用十分钟给大家介绍一下 SDG 跟企业之间的关系。我想，因为台湾的整个的经济发展或我们的企业跟全球的经济体系其实关联度非常的高。好，那当然，联合国的这个超国家组织提出这个 SDG 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很抽象的目标，它会透过很多的这个国际性贸易生产的这个管制来诱导或者是促进这些企业来符合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当然，几个比较大型的国内的公司，我想绝对不会落后。不过我们有相当高比率的中小企业，如何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跟机制，也协助我们的中小企业在这个 SDG融入他们的生产技术跟这个business 的这个追寻更快速啊，我想也是大家共同的任务。那当然，今天他跟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也跟我自己这几年来推动的东西很有关系。其实这个东西有很多的新的商机，不论是年轻人的创业或者新的社会企业，都是现在经济的最前线。好，所以这个部分未来也是很大的一个发展。那当然，这个部分其实就可以连到我们的民间组织哦。过去我们常常都以为说啊，民间组织好像都是一个这个 monitor， 就是监督型的。好，不过我觉得台湾在民间社会在全世界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民间社会的活力、创新的活力非常非常的强哦。那我想这个未来的这种新的 stakeholder 的这个新的理念也是 SDG 里面很关键哈，我们就请这个赖财务理事来跟我们分享。谢谢主持人，还有各位与会的先进，大家午安。我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常务理事赖伟杰。我刚刚听了上一场就是严女士的分享，我有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他讲的这些比较注重 SDG 的这些企业，为什么都没有机会当上工种或商种的理事长？所以我们在电视上还是看到很多那种非常传统的企业家用以前的发展的方式在谈台湾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啊，我真的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今天跟各位报告跟分享的其实是关于民
间团体。说实话，今天四位报告的严格来讲都是民间团体，只是大家在不同的位置用不同的方式。那我刚刚听就说严女士讲说这个 SDGs 可能未来变成应该现在应该变成是一个共通的语言，这一点我是蛮认同的。可是在共通的语言之后，可能大家的诠释又不太一样，那如何去拉近大家的诠释往一个共同方向努力，可能是我们值得去努力的。那我觉得是台湾的民间团体，像我们是一个环保团体，可是又不完全是一个环保团体，因为我们可能更想谈的是整个台湾甚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大概发展碰到的一些问题。那在过去呢，1992年开始有所谓的这个，在 Rio 在里约的地球高峰会议之后呢，其实永续发展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述。那我今天要跟各位报告大概是分这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台湾的 NGO 其实常常通过参与国际呢，那希望用这个比较好的国际标准来重新回来检视台湾，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运动策略。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想检视说，那政府在这个过程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尤其从永续发展到绿色升级到现在谈的这个国家永续发展目标。那最后我可能提出我一些小小的结论。那首先就是说，在国际的串联这个部分呢，其实台湾的 NGO 在很多的环境运动或社会运动里面，其实我们也希望透过跟国际 NGO 的分享，那也共同来思考一些包括台湾在内，就是说一些另类的发展的选择的想象，而且这些另类发展的选择的想象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反而变成社会主流一个共识。那譬如说像这个在台湾其实有非常强大的反水库的运动，像美浓反水库，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其实在后来呢，甚至在世界银行他们都发展出一套，就是说如何评估贷款给全世界盖水库的一种这个整体的论述和指标，里面甚至包括其实非常进步的一些价值，而不是只是说这个对环境冲击而已，包括原住民还有整个生物多样性还有各种社会的价值。所以一个好像看起来是很激进的一个反水库运动，其实后面慢慢变成，就是说它后面的价值其实变成未来醒思人类共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像另外一个叫做那个Waste Not Asia， 就是台湾其实在很多反焚化炉运动里面跟国际连结，其实慢慢就觉得说，哦，原来还有一种力不是只反焚烧或反填埋，甚至后来是思考人类往这个零废弃这个方向走，那这个东西也变成后来变成政府的主流。那包括像非核也是，那就另外就是说在人权问台湾的两公约在台湾现在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不管对社会的监督或对政府的监督的一个建构的过程。那大家不要忘，两公约里面其中有一个是社会经济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它不简单是人权二字，或者你可以说人权它变成是普世价值，而且在每一个领域里面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行事。所以其实这个国际经验的分享慢慢变成整个下一个时代的一个主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那另外在联合国的这个地球高峰会议这个领域里面，我刚刚讲说1992年在 Rio 的时候，其实台湾不是联合国的会员，所以参加这个会非常辛苦。那个时候都有台湾的 NGO 去参加，而且台湾的 NGO 举的口号叫做 Yes, 台湾 Care， 就是说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我没办法参加那个会，可是台湾是非常在乎的。那这个好处或者说这个后续的影响，当然不是这些 NGO 而已，而说不管怎么样，说永续发展这个论述其实就引进到台湾来，变成台湾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讲法，我强调的是讲法。那是不是好好去做，那是我们可以再讨论。到了2002年，就 Rio's Plus 10，就经过10年之后，在约翰尼斯堡，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组了台湾 NGO 的一个联合组织叫 Tangles。 那我们去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政府也组织，行政院永续会也组织，立法院永续会也组织，所以根本就我们那时候本来回来，这个三方有说我们是不是要弄一个叫做约保俱乐部，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立法院跟民间团体能够持续性的讨论永续发展在台湾如何落实。很可惜，这个后来因为有些政治情势的变化，所以没有办法继续推动下去。可是我是觉得是有这样想去思考台湾整体结构一些改变的可能性。那再来是2012年，就是约保之后再10年又回到里约去开，那个时候其实行政院永续发展委员会也带回来一些非常重要，包括民间团体带回来非常重要，就是说国际社会其实是其实在思考，就是说如何去从绿色经济的这个角度去介入，因为绿色经济这个政策纲领可能会比所谓的永续发展还来的务实一点。为什么？因为听到经济绿色经济，至少这个是有经济两个字，代表就是说我们不能
把经济发展这事情排除在外。那但是这个东西其实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发展是2002年那一次的时候，那个地球高峰会的时候，其实国际的比较主流的 NGO 其实发表一个共同声明，他们讲法就是说要达到永续发展，一个好的政府是必要的，这个很厉害，他觉得这东西绝对不能排除政府，因为政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但是是什么好的政府，那什么叫好的政府，那就可以让我们来定义。那他们那时候对于政府的想象是什么？是联合国这种国际社会，还有每个国家，还有国家下面的地方政府，这三种政府的层级。那好的政府的条件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说，第一个是要资讯公开，第二个是要民众参与，那第三个是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包括环境跟劳动权。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弄成一个台湾版，就是台湾版的话，我们的政府可能就是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有甚至到更下一个层级，就是社区跟乡镇市公所、村里这种社区的这个区域里面。那我们希望发展出的所谓好的政府的条件，第一个资讯公开方面，就是说台湾应该减少资讯不对称，能够让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可以有更好的对话，政策环评或审议式民主这样的倡议。在民众参与可能大到包括国家永续发展的目标这种层级，或小到像这个社区运动还有中间包括像环评，也就是政府的各个部门里面的一些机制都应该把这个参与机制纳进去。那另外在符合公平社会的原则，除了环保跟劳动以外，我们可能思考就是包括是人权，包括社会权，包括经济发展的这个分配正义，企业社会责任，还有一些税制的改革，还有像环境税，就是把外部成本纳进去，而这种体的思考。所以我们是想利用国际社会的这一种思路，那回到台湾落地去找说台湾有没有更好的实践的一个方式的可能性。好，那问题是这样子，台湾的各级政府到底具不具备这样的治理能力跟条件？我们能太苛求，但是如果他都没有准备好或没有在培力的话，他不会一夜之间就会往这个方向走。台湾面临好多国这个公共政策的转型、发展的转型，你不要奢望政府突然就会，尤其是地方政府。所以如何去创造这个好的转型的整个培力，我觉得非常重要。不是用骂就会骂懂的，搞不好越骂这个越倒退。所以这里面的确是值得去思考。那这个角度里面特别重要，当然就是思考其实是行政院永续发展委员会。那这个从原来的永续发展到绿色经济到国现在永续发展的这个国家的永续发展目标，这几个我们来看现实面到底遇到什么困难。第一个，这个是什么图呢？我昨天就上网去把行政院永续会历次开会的间隔找出来我们这个规定是4到6个月要开一次会那开会的时候的那个主席是行政院院长那另外一种是工作会议，这个张姐可能比我更了解。工作会议呢很认真的持续在开，但是行政院院长主持的会议呢，各位看右边，最多居然有间隔23个月才开一次，什么意思？2年才开。那有的是比较密集。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们如果把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当作国家去发动整个国家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宣示地点的话，那显然是不及格。为什么？有的时候长，有的时候短，代表不同的行政院长对他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那即使开得很频繁就代表重视吗？也不一定。所以这个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国家要发动整个永续发展的这个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最高的这个机构可能有很多问题必须我们去正视。那这个是在2005年的时候，这个政府曾经委托经建会去研究去中经院有个研究报告，他研究什么是迈向绿色经济。我跟各位报告是2012年才在 RioCOS20 的时候其实正式的提出这个绿色经济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倡议。这代表什么？台湾从来不缺接受很多国际资讯，政府也会发包一些研究案，可是真正要推动呢其实拖了好久那这个是第27次会议的时候，行政院发展委员会2015年，就是2005到2015这有研究呢，到后来又再一次委托研究院，这个是这个去参加那个 RioCOS20 的会议回来之后，永续会要求去做一个研究。那这研究报告来这个永续会报告的时候，那个主席才是那时候的那个院长是毛院长他的才是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国际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什么自我检讨看看，而且就是说希望能够这个在
里面能够做一些相关的原则的管考。我说实话啦，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真的没有真正的这个政策宣示的效果，就是纯参的意思啊。但是也可以管考看看。可是那时候的管考，它是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国发会。各位知道什么叫国发会吗？国发会的前身就是经建会啊，那后来改成国家发展委员会。那可是这东西居然有一个，这个我就不放名字，但是永续会的秘书处，他们提出有一些委婉的建议，就是说，好了，放在国发会监督管考也是很重要哈。可是有没有可能是跟联合国的这个发展目标，那个时候，也就是说，其实跟绿色经济的很多指标能够挂钩以后再去管考？各位，这差在什么？就是管考是要管考什么的意思啊？所以这里面你就发现，就是说，其实，在政府里面也是有博弈啊。那这个博弈，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去解决的话，可能整个力量是会分散。好，那除此之外，就是说，我们台湾要发展的这个方向呢，其实常常是有矛盾跟错乱的。这是在2014年马总统还是总统的时候，他左边这边是写什么？就是说，这个绿色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我们应该好好的往这个方向去走。哎，可是右边是同一个时候，其实政府在推动是自由经济贸易区，这两个一个是松绑，一个是往一个更好的方向管制，这个其实是同时出现的。那你如果你是一个政府机构，或你是个企业，你到底要相信哪一部分？你敢怎么去投资？你认为政府要的是哪个方向？好，那这个东西是在马总统。那现在呢？这是今天早上的新闻，右边，我们的国发会说投资的障碍应该松绑，点名采购法、环评法、劳基法。今天早上，国发会其实是我刚刚讲的，就是现在要管考绿色经济，管考绿色经济可能也是现在这个永续会在推动的这些未来的目标，跟这个东西一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企业到底要相信谁？公部门人要相信谁？我们如何往一个新的方向去走？我觉得这个不解决的话，可能我们都不断的在互相抵消了。那这个我跟各位报告，这个 SDGs 的17项呢，这是这个从永续会的这个网站上看到的，他把很多政府现在做的政策把它叠在一起，很多其实现在是有争议的。那可是我特别 care 的是两个，一个是新农业的创新推动案，几乎在每个案子里面都会有。另外一个就是推动绿色经济政策与方向，也是几乎很多案子都有。这个代表什么？他们可能把一个还是纯参，或者是并不是当作政策目标的东西，其实已经摆在是我们未来要 SDG 要做的一个目标。如果真的愿意这样做，我觉得是好事。可是问题是，到底是还是不是？那这样子某种程度其实让很多人就担心，现在有的政策甚至还有争议的，反而是变成现在政策 SDGs 目标的东西，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就想回去看，我们在2002年其实定了一个有人认为是饥饿的法，什么法呢？叫做环境基本法。各位还知道这个法吗？常常拿出来用的是环保团体第23条，哇，非核家园入法，其他就没有。可是你如果去看那个法，它里面有好多东西是有环境基本法的重要的进步的条文，有理念方向，有政府该落实。我红色列出来的就是说，现在其实政府都还没有做。黑色的，其实开始做一点。这个代表什么？如果政府有机会好好去落实环境基本法的话，其实就是跟现在在推的 SDGs 是完全可以契合在一起的。所以国家机器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弱，只是看政府挑的什么做法，以及整个社会力有没有办法去推动它。所以我最后有两个小的结论。第一个就是说 SDGs 如果要弄假成真的话，那个张姐对不起，我弄假成真的意思其实大家都很努力，可是这个社会真的有在重视吗？但是如果真的有机会重视的话，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我觉得第一个你需要的是政治决心。我刚刚讲行政院永续会从来没有变成政府政策宣示的一个重要场域，反而什么五缺啊，这种东西变成政府，应该说台湾社会认为这个是政府的一个政策目标，好，快结束了，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第二个是我们到底还要不要跟经济成长率 GDP 的东西挂钩？如果挂钩下去的话，我们永远会被这东西绑架，有没有转型的可能？绿色 GDP 还算不算数？幸福指数还算不算数？这都是以前政府推动过的。还有国家永续发展目标，现在定了好多目标，具体目标指标，
那之间其实我们现在看有很多是有一点点矛盾，有一点点冲突的。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你政府内部自己的指标有些都是冲突的。那到底你如何去界定以后你要管考的东西啊？那再来就是说我刚讲那个绿色经济啊、循环经济，好，还有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具体的定义，还是是有点政府有点像作文比赛用的名词？我认为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好，这个绿能经济，很多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些是一样的。这些东西政府如果没有具体的讲，我怎么知道我要 follow 你两个东西？那还有就是之前永续会的很多这些管考的东西如何接轨，你不能永远都从零开始。那还有就是基本法这个部分，我觉得跟 SDG 是相辅相成。对不起，最后一页。那另外我觉得是要更多的实际案例啊。就 SDG 就是说实话，就第一个地方也有永续发展委员会，各位知道吗？它怎么运作，遇到什么问题，其实没有人知道。另外这个各地方政府社区还有很多在地产业，台湾有很多精彩的案例，那些案例正是 SDGs 最让人可以好好去这个省思的一些迷人的东西，有创新，有这个温馨，有小确幸，但是也有大目标，这些东西我们被整理出来变成一个社会的主流的可能性。还有政府引导模式，引导这个协助企业模式的重新调整，这什么意思？我讲个例子，其实去年有一个欧洲的企业跑来找我们团体，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们从他们的政府申请到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就是如何辅导他的海外供应链变成绿色供应链。各位你能想象吗？到国际不是你国家的国的这些厂商去推动绿色供应链，居然在他们国家是政府补助的一个计划案。那我们在台湾的政府在补助企业什么样的计划案？这可能就对比之下，你就觉得这个可能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另外我觉得 SDGs 跟我们社会是脱节的，说实话我们在座有关系，可是真实的社会很多人还是认为经济发展最重要吧，工作机会最重要，这个当然都重要，可是如何能够有机会能够再勾连起来，包括从农民、从劳工、从工会、从产业、从青年，都应该从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角度呢去思考那个社会发展、永续发展的那个多元想象，否则我们永远会被旧的那个价值所捆绑。那另外一个可能是我们可能比照两公约也发展出属于 SDGs 的一个影子报告，所以我希望提供这些观点也给各位大家共同来思考，如果我们有共同语言的话，看起来我们还需要找共同语言后面的那个共同的价值。我报告到这边。需要一些比较批判性的这个思考，那当然，我其实那个伟杰提到很多关键性的问题，其实本来刚在私底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我们在谈这个 SDG 的时候，我们现在的政府的前瞻基础建设到底最重要的这个新的政策跟预算投入的这个方向，那跟这个 SDG 之间的扣合、签合，以及张力到底在哪里？其实我想，或许就是这个郑雅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我们，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办法系统性的思考，那它不是一片和谐，它中间是会有张力的。可是最关键的，其实我们这样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说培力跟协力，因为面对新的时代，有新的思维、新的方法，但是这个新的这种协力模式如何能够创造，我想才是最关键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要再多做引述，因为我怕那个就赶快交给最后一位的这个嘉伟哈。各位好，我是这个议程的最后一个讲者，所以就让大家换一个角度，这样我是不用效果那么帅。然后在这边的话，最主要的议程，这个议程里面，我最关键的要聚焦的是两个字，就是在谈这个副标里面谈的机制。我们在这边的话，我想试着在接下来十五分钟里面，用引荐国际上面学术界里面的一些研究方法，里面看能协助我们台湾能够去研拟，看看我们到底在谈 SDG 落实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落实机制。像我们刚才在联德芬总经理、联德芬总创办人，他有提到说 SDG 它是从脱胎于 NDG 而来，但是在整个转换过程中，有两个很关键的重要性，必须要在这边再提醒大家一下，就说第一个 SDG 这个其实是由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
然后在第二个的话，社交语言地区是由联合国一些世界的一些科学家们去由上而下的去定出这些八大目标，而 SDG 这十一个项目是由下而上经由多重的对话程序里面所研拟而成的。所以大家要记得，我们谈 SDG 的时候，它背后就有一个 Hidden Agenda， 它背后隐含的很重要的两个特性，就是它必须要是由下而上以及进行多重对话。那我们再谈谈，就是那这个 SDG 的概念引入之后，那对于我们过去25年来，我们听到有序发展，有序发展这四个字来讲话，可以有什么样新的想象？我们过往谈有序发展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谈说，就是环境、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均衡发展。但实际上面这20几年来，我们看到都是经济最大，环境跟社会都是点缀。大家看到这造型，有没有觉得很像一个东西？米老鼠。所以等于说，我们过往在20几年来谈的有序发展的话，是一个米老鼠式的有序发展，它是无法成真的。所以我们在国际上面谈 SDG 的时候，就试着有在把它摆置在一个在人类式的那个发展之下去谈所谓的永续发展。意思他们强调就是在刚才一个张董事有特别提到的是对于我们人类维生系统的确保。因此在这边特别重新去诠释这个 SDG 的十七个项目的时候，他们有提出来一个叫是观点蛋糕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这个概念跟那个张董事蛮提到的类似那个甜甜圈图是蛮类似的，就是说要确保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它是要在环境的限度里面，然后去满足我们人类的基本需求。而我们这中间的话，有这个轴线的部分的话，是有很重要的两个政策工具，就是有关于制度上面的改变以及全球伙伴关系。那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要仔细看说，那到底 SDG 给我们要让什么样新的启示？像就刚才周老师特别提到前瞻基础建设，我们在过去一年的时候，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谈前瞻基础建设，但是我们有没有停下来想过，什么才叫做符合 SDG 要求的前瞻基础建设？在这边 SDG 里面，他们有个目标，就是谈基础建设，然后他强调这个基础建设，它是必须要是有韧性的，然后它才能够去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但是我们在研拟那个 SDG， 我们在研拟其他基础建设的在8.8千8亿的分析过程，预算规划过程中，我们似乎没有把这个准则纳入考量。在另外一个面向来讲的话，我们都一直在谈经济成长，但实际上面 SDG 里面来讲经济成长，它要的不是只有 GDP 成长而已。他要的是说，你这个经济体，它必须是要提升它的资源效率跟它的能源效率，而且他要强调说，你这个商业模式，它必须能够创造同工同酬。再来的话 ，SDG 里面他也告诉我们什么？他也告诉我们说，他这各个目标里面，这17个目标里面，它不是独立的，它是有互动的。刚才几位讲者都谈到这之间的互动关联性。就例如是在日本的环境省，他们在环境白皮书里面，他们有一页的简报里面，就这个图告诉我们说。我们减少食物浪费，它不只是在达到 SDG 12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而已，它还可以有助于减碳，有助于我们解决饥荒问题。但是它这个要达成的话，必须要靠4.7有序教育，然后以及是9.4食物业生产链的那个改善，然后还有在17全球伙伴关系。所以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有整合性关联性的部分，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的。而另外一个面向来讲的话 ，SDG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在谈说它强调是一个制度上面的改革。我印象很深是2012年我去参加里约高峰会的时候，我在有一个论坛上面在谈 SDG， 然后在场的话就有一个地球之友的代表，他举手他就讲说，他觉得从他观点来看的话 ，SDG 只要我们砸够钱，我们就有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你只要你开发国家你的海外援助的比例够到那个要求的话，我们可能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但是你 SDG 来讲的话，你没有做为所谓的治理改革、治理上面创新化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的。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出 SDG 的整个细部的169个核心、169个具体目标里面，其实有61个都是跟治理有关，都是跟制度改革有关。例如，它可能是包含我们资料开放的部分、民众参与的部分，然后政策协调部分，以及是能够去超越 GDP 的一个新的指标的限制。其实这些点好像都跟2002年那时候在谈的东西还是有点像，还是有点呼应的。但这些也是我们来讲这个 SDG 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那我们就看说去年来讲的话，是台湾在谈 SDG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因为我们有什么呢？第一次台湾主要提出我们的国家资源审视报告，依照联合国的程序，跟大概参考联合国的范例去提出我们台湾怎么样去因应那个 SDG。 这个报告内容的话，大概是在伟杰说的报告的那的内容。另外一方面的话，总统的在元旦国庆元旦文告里面有一小段就提到这个 SDG 这件事情，然后在他去新南向的时候也谈说，我们的新南向是个要以 SDG 为导向的一个新南向。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去年10月底的时候，我们提出了台湾有序发展目标的草案，
草案这边去提出来说，那我们台湾要怎么样去，台湾我们要怎么样去落实 SDG？ 那这边这个草案里面的话，在针对这个联合国的十七项目标里面，它做了有一点的小修正，例如是它把第九项基础建设跟工业上面的创新这一块，把它限缩成是只谈有序运输，啊，另外一部分加了一个新的目标叫做非核家园的目标。而这个目标里面，这个草案里面其实有些令人振奋的特点，振奋的点像什么呢？像我们在谈农业议题上面的话，我们强调的食品安全这一块，它明确承诺说，2020年开始的时候就不会再有所谓的搭牌事情，就是灌牌会分离，就再不会有工厂非法工厂的废水排到农田里面，这是一个蛮具体的、蛮精彩的承诺。另外一部分就是环保团体关心能源转型团里面最关注的能源税，在这个草案里面，它也具体提出2020年要推动能源税外部成本内部化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另外一部分我们强调的在城市规划里面的要的民众参与，它也提出我们要达到的民众参与100%达到民众参与。但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他认为现在就已经是非常有良好的民众参与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关注，我们在谈循环经济，谈那么多年之后，总算有一个国家层级的资源生产力的推动目标，以及我们在谈所谓粮食供给的消耗损比率上面的削减目标，这些都是一个看到正面的发展。但是在我们仔细看，在仔细检视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几个令人忧心的失落的部分。这失落部分是什么？像是我们谈这个参与民主的参与式民主上面的提升。我们这边唯一有一个具体目标，是只有说我们参加就业平台的赴役人数增加20%。我就在想说，那你这样一个提升20%的这样的一个 KPI 来讲话，有办法去解决？目前按照中研院的调查来讲，有60%以上的民众认为说，他对于政策决策上面是充满了无力感，无力改变这个政策决策的过程。这个部分是我是感到怀疑的。另外一部分就我刚才提到的资源生产力的目标。在这边，他定出了一个2020年要较2015年微幅成长0.7%的资源生产力的提升目标。但蛮有趣的事情是，说按照环保署另外一个统计资料库，我们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远远超过他所定立的2020年的一个目标值。所以这样中间的一个矛盾来讲的话，就是要我们在思考说，那到底该如何掌握现在开启的一个机会之窗？因为这个有序发展目标草案原本应该是去年底要定案，但是在去年底好不容易总算又开了一个行政院发展有序会的委员会里面，那个主席有确认说，接下来还有半年时间里面，要再让这个目标更为完善。好，那在如何让它完善，让它不会只是一个遮羞布，而只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想法呢？那我们就可以参考一下说，我们今天所设计一个简单的民调，去调查说来这边的来参与这个论坛的民众里面，对于台湾的 SDG 来讲的话，有什么样的新的看法？我们就发现到说，其实有很大比例有。大概四分之三以上的民众其实不知道说台湾的有序发展目标里面的草案里面大概有哪些项目，有哪些内容。而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来参加的民众里面，大概他们有很高的比例认为说，永续城市还有能源转型议题跟减碳的议题，还有这个责任消费与生产是最重要，台湾必须要关注的这个面向。而在于那个政策面向来讲的话，我相信那个沿川办人应该看到一个非常振奋的消息，就是有80%以上的民众认为说，推动企业 CSR 接受他们如何去落实那个达到 SDG 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落实措施。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认为说是来这边参加的民众里面也认为说，应该是要推动这些公民审议的过程，讨论这个 SDG。而在这边的话，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会采取响应 SDG 的作为，最主要部分有将近60%会认为说，他们采用所谓的拒买消费上面的抵制这样的作为，其实是符合 SDG 12的一个精神。但在这边的话，我们来谈到说，那我们要如何从这些大概的简单的意向里面去想到说，那我们如何能够进一步去修正那个有序发展目标草案，让它能够变有更重要的落实性呢？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必须要鉴别我们的关键目标，而在鉴别关键目标的话，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说，所谓的挑战性，就是说如果我们在 BAU 的状况之下，我们最难达成的目标是哪些？因为按照这个国际知名的顾问公司 BAVGL 他们的一个分析报告，就 OECD 国家跟我们所说的比较相近的国家来讲的话，他们最难够达成的目标的话是经济成长与就业、降低不平等、责任消费与生产以及气候行动这四项。而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按照国际的在健康方面的研究团队他们所做的分析来讲话，健康相关的 SDG 目标里面，其实有很多目标我们都可以在 BAU 的状况之下我们都可以达成。我们比较难达成的就是今天的重要的一个议程之一，公共的议题，另外还有就是自然灾害，
因为气候变迁所造成的自然灾害，然后还有植栽，不要忘了一粒一修才刚修过，然后另外一部分还有孩童过重，这几个面向来讲是我在那个健康上面必须要比较令人忧心的目标。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去思考看看说，哎，那是不是应该要针对这些目标面，我们要想办法更着重于在我们的有序发展的目标草，或是有序发展目标草案里面，要针对这些目标里面，要有一些更创新的作为，更积极的作为。而另外一个鉴别准则的话，是所谓的关联性，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些目标之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然后在那个日本的全球环境研究所里面，他们就去年就出版了一份报告，跟提出一个工具，他们就以东亚这些国家为例，里面去分析说，这些每个目标之间都是一个节点关系，那在这个网络图里面，哪些是关键的节点？关键节点，就像是他们提到说，哎，那其企业的 CSR 的推动跟那个资源生产的一些提升，它所影响到不是只有12而已，它同时对于我们在经济成长上面，跟在陆域跟海洋的生态系的健全来讲，都有很大的关联性。所以它盘点一下，它鉴别出来最具有关联性的部分，就是我这边列出来的这五个目标，包含是农业生产力倍升啊，有序食物生产系统啊，然后还有能源经用权跟有韧性的基础设施这几个面向上面。所以我们都可以参考这样的方式来作为说，让我们台湾在推有序发展目标的时候，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找出我们的关键目标。然后第二个面向就是治理的改革，因为我们谈到说 SDG 的落实来讲的话，它是牵扯到整个非常多的政策必须要去加以协调，而同样有另外一个要牵扯到多政策的构面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减碳政策。所以在去年 COP 开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国际的研究社群在谈一个议题，就是如何把 NDC 就是国家的减量承诺跟 SDG 的推动计划能够结合在一起，能够去齐头并进，寻求最好的政策总效。所以他就可以做一个分析去盘点，他们这个计划就去盘点说，各国提出来的 NDC 里面，他们跟他们要推动这些措施里面相关的 SDG 的项目为何去做个盘点，然后寻求有可能的政策综效。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谈另外一个治理的政策改革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要回馈到预算里面，回馈到预算的编列。像这是在挪威他们就是已经在推动过是 SDG 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接下来他们中央政府的总预算的编列。一定要有一个专章去谈出他们如何达成 SDG， 然后各个部门、各个部会，他们要提出他们的那个的预算的时候，提供给他们财政部的时候，也要去说明说他们的预算编列里面可以促成哪些 SDG 的达成。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进步的一个做法，在实际上面让 S 就有这样的治理改革加速 SDG 的落实。但其实我们台湾也没有很落后，因为我们在2016年之前的预算法里面，我们要谈说，哎，我们在编总预算的时候，要考虑到所谓的幸福指数，要考虑到绿色国民所得上。只不过这条法令在去年被修掉，所以这是比较可惜的一个状况。好，那最后在最后一个面向来讲的话，就是在讲社会学习，我们要让社会了解这个事情。但是大众真的不知道，台湾民众真的关心 SDG 这个议题吗？这倒不一定哦，因为按照丹麦的能源公司过去能源，他们做一个跨国调查里面。台湾民众有非常高的比例是关心气候变迁议题，关心能源转型议题，跟关心不平等议题。但是关心气候变迁议题里面是受访的13个国家里面最高的。所以就让我们要思考说，那我们接下来推动 SDG 的社会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不能只在仰赖这些所谓的这些名人们来帮忙去做个倡议。但这边的话就是农业部那个复仇者联盟的这些明星们，他们就出来讲，SDG 是什么？但我们要在想的部分是如何让公众对于 SDG 的一些期待，像是很多的新创业者，他们就在谈很多社企，他们谈说，他们可以如何落实 SDG， 我们可以把它反馈到我们的整个政策之中。就像是我们看到去年 NASA 他们做了一个全球的黑客松，它的主题就是 SDG。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我们就刚才看到严德芬总创办人刚才举例是乌特列治大学嘛，但乌特列治大学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可另外一方面也是乌特列治市。他们非常积极的要成为所谓的 SDG 城市，所以他们自己也建立一个市民平台。市民平台就是要让市民们认为说，他们有什么活动是跟 SDG 有关的，就可以 po 上去，然后呼吁市民响应。所以以上就是我对于 SDG 的一些观察跟分享。好，谢谢大家。是延续着有序发展的这个议题了哈。我想，我们虽然谈到经济社会环境，但是后面两位语坛人其实把政治这个项目拉出来了，好，那也是现在这个社会的氛围跟脉络之下，我不止讲的不止台湾，全世界，其实大家好像对民主社会开始产生蛮多的这种
质疑跟这个虚无的这个想法哈。不过我想 SDG 后面隐含的很多的东西还是跟民主的价值是很有关的哈。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先开放就是我们的观众来一些提问哈。那另外我也是希望，因为论坛其实是要有火花，要有不一样的观点，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共识啊，有时候从共识出发就会没办法找到真正的共识哈。所以我想也不需要太客气，如果说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观点也可以提出来，那甚至我想彼此我们都可以互相的这个不要什么质问啊诘问哈，然后我觉得就来提出一些我们觉得在这个阶段其实社会比较重视度高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哈，或者是说政府跟民间企业比较重视的，我想当然都是要循序渐进哈。不过在讨论这个主持人提出来的这些焦点议题，我想还是希望我们的这个下面的我们的朋友多提一些问题，然后彼此也多提一些问题哈。没有，那我们就让对让这个李台人提问。对，我今天有很多的困惑，听不同的人不同的观点。第一，我很认同那个赵家伟提到说，我们要去鉴别这个目标到底哪个对台湾具有关键性。因为我们在谈 SDG， 它其实中文讲它叫做永续发展目标。所以台湾的关键永续发展目标是什么呢？其实是应该那个，我们应该去鉴别是那些，如果我们今天不去面对它，不去因应它的时候，就无法永续了。那这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议题似乎都没有去做讨论。那所以这是我想提出来的问题，不晓得说大家觉得台湾17个 SDG 里面有哪些目标是如果我们今天不去面对的话，我们无法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各位在场下一代的一个理想的生活方式。谢谢郑瑶，我觉得其实这个是真的一个非常非常的关键的问题啊。那有没有哪一位想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的话，是不是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几位语坛人都谈谈你的看法。我想这是这个问题啊，其实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而且我们组成分子呢也有各种不同的价值观跟立场，所以我觉得，可是它是一个整体的问题。所以就如同刚才那个我们的张董事以及嘉伟这一博士这边所提到的，他是需要有一个 methodology 去鉴别，去找出来说哎，那真正的这个我们的应该的目标是什么。那我想这个部分就是要有一个这种充分的一个互相的这个沟通跟了解，你才会找出来。可是在做这个鉴别跟的时候，去找出它之前，其实大概要了解你是否真的了解在这个环境里头，不只是在台湾，是整个世界，在整个经济环境和社会各个不同的面向里头，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状况，有什么样的问题。那另外呢，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其实呢，台湾在这一方面可能并不是在全世界走在最前面的。很多的人很多事情已经有人做过了，他们做得很好。那很多是我觉得这些事情，这些外头的这些相关，或者甚至在我们国内的一些有些企业是在这方面很认真的，那他们所做过的他们的经验跟他们的想法，我觉得是可以做很好的借鉴跟参考。那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事半功倍。 Okay, do less accomplish more。 Okay, 这是我的想法。需要轮流吧，要不要就。喂，好，那我在如果真的是要谈所谓的关键目标的话，的确是应该要运用我刚才所提到的一些方法，才能够去鉴别重要的要素。那我在这边的话，也呼应一下张董事长的报告里面
有提到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如何去改变我们的目前的工业生产体系，工业生产体系。而在 SDG 里面，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几个机会，就是靠 SDG 的，我们想到的 SDG 八、SDG 十二、SDG 七这些面向上面，同样去要求企业他们在砍除的能源跟资源上面的整个生产效率的提升。因为你一方面我们借由外部成本内部化去逼使的企业，他们必须要把多一些资源投资在这方面的时候，另外一方面他们就会发现到，他们其实应该要削减成本，是这个。利用自然资源成本，利用能源成本，而不是这些人力成本，所以它相对来讲，它对于那个在劳动上面的弹性松绑的要求，可能就会有些调整。而进一步来讲的话，我们对劳动上面的时间上面有比较有余的时候，消费者们在消费上面的永续消费选择上面就会有比较多的空间。所以在这边的话，我认为说从这样互动性来看的话，我会认为从七跟十二出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谈到这个鉴别这个目标哦，我就想，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行政院的永续发展委员会11月还是12月已经提出，第一版的草案，意思就是说，根据联合国的17个目标里面的169个 target， 他们已经整理出各个部会，根据不同的目标指标。提出来的具体的 baseline 的数字，我叫做 baseline 是因为他们目前完全只是依照既有的施政计划去填表格，基本上完全不具有企图心跟野心。可是因为这个他是公务员嘛，他只能这样填表，所以为什么那个伟杰刚刚有提出来，就是赖院长才是，就是说希望在未来半年，他希望能够再透过社会对话，由民众一起来参与。所以在这里我想提出来说，有多少人真的有机会去看到台湾我们政府部门提出来的这些具体指标，有没有人看过？因为如果你有看过，你就会知道台湾哪些你要去鉴别我们的关键指标可能会比较容易。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在国际，如果你去参考国际的数据的话，因为它是完全照着国际的所谓的UN 的这个 indicator 去填写，所以你可以去评比其他国家的 indicator 的表现。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台湾绝大部分都是名列前茅，可是也有少部分，尤其是像气候变迁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差的，非常差的。所以我们谈到鉴别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我想提的是说，当企业在谈 CSR 的时候，他是谈谁的 SDG 啊？像台积电，我也非常尊重这个公司，可是他谈净水，那是因为他的水不够啊，所以他谈水循环，他只是 doing their fair share， 他是在解决台湾的永续发展的问题吗？他在投资教育，可是他投资教育，他是只看到只谈到教育这个细项议题呢？这个表面这个最 top level 的这个 goal 还是有看到 4.1 里面有城乡落差，那他找到一些具体的方案可以去解决城乡落差的问题。所以我的问题是说， CSR 企业在做 CSR 是在做他们自己永续发展的目标，还是做台湾永续发展的目标，或者像 TSMC 这样的国际型的公司，它是不是在做全球？我们刚刚谈到交生，谈到 H&M， 他们在看的是全世界，他们看的是地球面对的永续发展的议题。所以这是我提出来的问题。因为我个人是在从事这个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这方面的工作啊。那我想我最近要就是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就这个题目能说明一下。那首先我觉得不管它是哪一家公司，它都是存在于这个环境在这个社会中的，它是其中的一员，就如同刚才的那句话，牵一发动全身。就是我们太听过，不管说从理智上的了解，或是从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我们自己所看到的实证上的一个状况，
我们都知道，在一个环，在一个，就如同我们那个念书的时候常常讲的一句话，就覆巢之下无完卵。就很多的时候，你看你是相关联的。那一个企业其实，它在这一个社会中，在这一个团体中，它在经济社会跟环境中，它都有很大的很重要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有好有坏，那它自己如果要成长的好的话，它要朝着永续的方向要去发展的话，它必然是要想到整个大环境的永续发展。那这样子是一个大原则。那这个原则不管是国内的重要的企业或是国外的重要的企业，他们在做永续的时候，他们是必然要思考这件事情。所以刚才我记得我在十五分钟短暂的这个匆忙的跟大家介绍中也提到，在企业在谈 SDG 的时候，他们是要从 national level 来去思考的。因此我认为呢，这些大企业他当然是思考到他自己的永续，可是他也会去考虑到整个其他部分的永续，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真谛跟永续真正的很重要的原则。因此呢，在 CSR reporting 或是现在我们讲的一个未来要朝向更前进一步的部分的 integrated reporting， 也就是企业在显现在透明化的在揭露它的讯息的时候呢，它不只要它所考虑到的部分，它不只要考虑在经济的成本，它也考虑到它这样做在社会的成本跟环境的成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个都是要考虑在内的。我因为我不是那些企业，我不能代表它。另外一个点，我刚刚做的台积电的例子是它的2016年的报告，2016年的报告，它2017是不是有所改变，也有可能，因为在 CSR 也好，在各方永续发展也好，其实非常重要，你必须要与时俱进，因此创新非常重要，创新跟与时俱进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这个手牵手的 brothers， OK， 那因此它在这方面的这个整个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其实是共好。谢谢各位的意见。我觉得我在听各位的意见，我也不断在自我检讨，就是说我们到底哪些东西其实真的是有共同语言，哪些的确是即使语言不同如何分进合集。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企业一下就谈到很大的企业，那我觉得大企业的确有这种外在的甚至是那个形象上的压力，会促使他会去 follow 这个东西。可是台湾就是我觉得台湾其实是个友情的社会，但是友情有时候就会去念，就去想念，就是说替企业的难处去想。那有时候我们其实就会想说，我们就回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过去。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错，可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连政府都这样子想的话，那整个就是其实是整个社会是集体互相绑架。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SDG， 我真的很期待，就是说这个。包括张董事在内的很多委员，其实能够在永续中给行政院长更大压力，让他真的懂什么叫 SDGs。 那第二个，我觉得其实前一场那个王瑞庚研究员也讲，就是说其实这个社会要共同促成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发生。所以刚刚其实那个嘉伟提到那个社会学习，我真的觉得蛮重要。 SDGs， 因为我看过那个指标，有个指标我觉得是我真的很怀疑，比如说像现在的数位支付，那个到底是一个促成更好的社会，还是促成更好的那个数位落差跟数位歧视，我觉得都值得更多的讨论。所以我觉得那个指标在回到台湾的落实的过程里面，需要很多社会对话。那所以我才想是说，台湾有很多的 NGO 或是社团甚至是企业，其实在各地都做了很多非常有趣的尝试，可是那在台湾都被认为只是一个小小尝试，做完就没了，而没有去看待说它其实是促成未来台湾社会创新跟转型的一些可能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那社会或是政府其实没有给这些东西任何的资源，所以很多我们自己都看过很精彩的案例，其实后来就存在，太可惜了。台湾社会力的泵就是如何跟 SDG 更多的对话跟挑战，我觉得会让台湾找出一些不一样的路。所以我觉得那个社会学习如何突破，就是去怀念过去的那一种所谓的美好时光，我觉得这个可能从政府到整个社会都必须共同去面对这个问题。我想请问在座几个问题，因为从大家刚刚的报告里面，其实低碳跟绿色
是大家认为一定要做的，就是绿色经济，就是你刚好，那好，那没关系。那如果说要讨论的话，哈，因为刚刚嘉伟在分析政府的这个经济政策里面，绿色经济从那个2002年开始，对吧？哦，伟杰，是伟杰，好，对不起，因为太多了，好，就是低碳社会跟绿色经济其实是现在谈很多的，好，那但是那个部分有很多的创新，其实是来自于民间社会，或者不一定全然来自于就是企业，好，所以我觉得包括就是说绿色生产 cradle to cradle 那个起先并不全然是来自于企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有一个主题就是新的思维跟新的观念。那其实民间社会是一个广义的吧，好，包括企业也是民间社会。那怎么样让这个部分的一个就是活力可以更充分的发挥，其实也是台湾这种小国寡民其实蛮重要的一个就是努力的目标吧。所以包括社会学习啊、创新或者社会企业等等这些新的这种就是说比较是种子型的，其实我想在国外其实10年前就开始了。好，其实我在指的是说有没有一些更就是更丰富的这个场域，让这种小的创新可以发挥更大的集结的这个力量，来影响就是企业或者是政府啦。哎，这个也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几位。我一向听到大家在谈创新，就也是一样很困惑，因为创新一定要有一个 purpose， 你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啊？所以单单只是谈创新、谈创业，我就搞不大清楚到底它可以 anchor 在什么样的议题上面。可是呢，这会儿我们在谈 SDG， 我看到联合国在谈循环经济，在谈资源使用效率。再谈废弃物的资源化等等，从源头设计开始，怎么样可以设计新的商业模式、消费模式、新的制程等等。所以这里面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 model 存在，所以期间这中间就有非常非常多创新的机会。所以我们在谈创新，其实可以 anchor 在这样子的一个全球一个新的一个趋势，而且蓬勃发展的一个趋势角度。其实，如果我刚刚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让张董事也回应一下，因为谈循环经济，很多的新的做法不是企业做来的，是很多就是包括这些团体，甚至年轻人，啊，特别是在荷兰有非常多的案例，所以现在常常就是说，有些是从 case 的创新里面去看说。它怎么样引动一个新的社会运动或新的这个企业啊？其实我觉得台湾在这个部分可能就像刚刚您提的，要多看一下国外的一些案例啦。好，那好，嘉伟要回应，那你回应了，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场子就稍微要 close。好，好，那因为刚才老师周老师特别提到说，哎，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有什么像新的创意能够把从点聚成网？但我发现到了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台湾这边的话，我们在谈这个，不是循环经济也好，哈，以循环经济为例，其实我们像这两年来很多循环经济的商业模式，就例如是不论是食物袋或者什么折折杯那样的商业模式，他们在那个去募资平台上面募资的时候都是非常成功的，都便是募资平台里面非常重要的商品，所以可以见到说，既有很庞大的社会力量在支持这个所谓的为了生态创新这样的要求。而另外一方面的话，我的创新我们还有想可以再放更大的部分，叫做社会创新，对不对？所以赵老师应该非常熟悉。举例来讲，我们现在在谈很多的很多地方在谈参与式预算，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参与式预算跟 SDG 的推动落实化把它扣连在一起？就是我们参与式预算，我们有的讨论范畴里面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在谈 SDG 里面，我认为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我们这边在讨论里面哈，大家稍微注意到就是。台湾这一波在谈 SDG 的时候，是有很多的新创团队一起来谈这件事情。反正在座的话，就有几个团队在谈这件事情。那这些力量，我们能不能再进一步再加以发展？就是我们在谈扶持设计的时候，我们设计要解决问题是什么？
就是 SDG 里面所接触的这些项目，好，这是我的看法。好，谢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真的一定要把这个场子把它结束啊！今天非常感谢几位鱼潭人的这个参与，也谢谢各位坚持到最后，谢谢各位。